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都市黑毛》，我是蓝瘦狼阿波。阿晴，阿晴，咁啊，上礼拜嗰集咧，临尾都预告少少啦，就话会讲日本一单咧有争议性嘅一个性犯罪啦。咁啊，如果以本节目嚟计，都比较特别嘅。咁啊，因为好少讲呢类型，咁但系我都晨早对呢件事都个争议性咧都有啲去跟进呢个新闻啊，了解个最新嘅发展啊。咁好简单讲先啦。呢个系一个关于一个女记者，佢嘅名字叫伊藤司织。咁佢样靓唔靓咧？阵至话俾大家听，或者阵至唔系话靓唔靓讲唔到嘅，系睇嘅阵至睇啦。咁佢系点样？佢嘅被性侵犯啦，嗱咁讲啦，要公允啲噶。虽然判决咗啦，但系呢刻度我哋未讲内情就，佢嘅声称被性侵犯，到底个争议性系何在咧？咁当然系啲可以思考个位置先至同大家分享啦。好，暂时讲到呢度，阿晴。关于呢个事件有咩前设啦？其实就讲翻，即系对于女性嗰种喂 yes or no 嘅情况啦。其实好多时候即系正所谓霍金都讲过，女人啊，佢哋嘅心思比宇宙嘅谜题更加难以揣测。有时讲系，但其实就系等于唔系；有时讲唔系，但其实就系。咁到底系定唔系？系定唔系？点解唔可以话系就系、是？系唔系就唔系咧？咁样即系譬如啦，即系如果系即系婚姻生活嚟讲，最常见就系、是、你做咩啫？冇嘢啊！啊！你系咪嬲啊？冇嬲啊！咁但系我见到你好唔开心、啊，你觉得点咪点咯？咁啊，即系呢啲好难估噶嘛，系咪先？咁即系喺男人呢个世界里边，即系比较难以去理解女性嗰种即系到底表达到底想系啲咩啦？尤其女性亦都会好中意人哋估佢哋想谂啲咩啦。咁另一方面就系、是、可能喺呢个追求嘅过程里边啦，好多好多独卵，唔系好多男仔，佢哋咧即系都会觉得，咦，到底呢个女神，咦，佢用咗1.25秒复我，咁系咪真系有机？系咪真系有机？佢凌晨都同我倾紧 WhatsApp， 系咪真系有机？系咪真系有机？但系去到表白嘅时候就，吓、啊，我同你朋友嚟嘅啫，朋友，即系经常都会发生呢啲事噶嘛。系。咁同埋即系，同埋女神同我讲去冲凉，然之后佢而家一直已经过咗3个钟头啦，佢都冇复我，好担心啊！我担心佢冲凉嘅时候，我唔知佢点冲啦，可能佢咪泡澡咧，泡澡系咪瞓咗咧，瞓咗系咪浸咗浴缸里边咧？我唔应该破门咧，系咪想喺屋企度救佢咧？咁样即系都会咁嘅情绪发生噶嘛？咁但系亦都好多时候啦，有另外一个极端咧，个纯情嘅方面啦。系咁啊，连登仔嘅世界就好多时候，我啊未破处啊，你呢条女啊，我见你生得几次新门结衣啊，笑容啊有少少啊。有少少零赖药嘅笑容，咁、我觉得都 OK 嘅，都可以有资格破处嘅，咁我咪追你咯。我觉得你啲仙气，屌你老母啊，你唔复我嘅，你咪鸡嚟噶，我俾真爱你都唔要，你见到靓仔啊高大你就扑过去奶，我有真爱喺度，我成个真爱喺度啊，做咩嘢唔俾我沟啊？咁样，即系都会觉得女人全部都系鸡啊，然之后可能佢沟唔到嘅，或者觉得话咁靓女都唔会俾我沟噶啦，嗰啲譬如空姐啊，吓一啲。老师啊，啲高管啊，鸡嚟嘅仆街，全部捻到鸡嚟咁样，即系都会咁嘅情绪喺度啦。咁喺日本嘅社会里边咧，就比香港更加严重啦。咁香港始终都系女尊男卑啦，某程度上，即系正所谓大家成日都喺街头度见到你啊，屌你老母啊，叫你买乜嘢啊，咪戇鳩咁样。咁最近都会发现啦，可能就算系尊贵园大学教授啦，都会发生屋企里边系即系俾即系依家法庭案件，我哋就唔好评论啦，唔好评论啦，都会发生啲咁嘅事啦。咁其实香港男性即系俾人屌咧系唔出奇嘅，就俾佢老婆屌咧都系好唔出奇嘅情况啦。但喺日本嘅世界里边咧，就调翻转系男尊女卑啊嘛。咁所以咧。在他的世界里面就算可能男性去任意讲一些说话女人觉得无烦呢都未必会当面跟他说话屌你老母哪个叫你这样讲啊不会这样讲的嘛。就对啊是啊是啊是啊这样笑过去就算了。你先分享一单搞笑新闻还有补充一下随便可以发表的。是啦就是这样咯。所以其实这个事件也是发生在这个很暧昧的语境之下那到底是谁是谁非呢这个所谓的性犯罪事件。我 N 年前看一单香港新闻它涉及一个日本女人那在香港发生那就是说唔知系的士司机定咩啦，即系我总职业唔系一个关键，总系个男人啦，中年嗰啲，咁咧就摸嗰个喺个列车上面就摸嗰个日本女子啦，咁跟住就报警，咁报警嘅时候咧，佢就嗰个疑犯啦，我又摸佢，我见佢假婆嚟噶嘛，我睇啲 A V 假婆咧喺列车上面摸佢，佢唔叫噶，咁即系唔报警噶，咁即系原来咧日本人系俾人呢个咁嘅印象，因为大家睇好多嗰啲。叫做
电影啊 ，AV 啊，都睇到。又咁嚟讲，我哋嘢我想讲咧就系、是，我想讲两个字，好简短嘅啫。其实我要发表系人渣。诶，大家唔好谂，我唔系讲施主，啊，施主只系个人品上，我个人觉得一啲嘅问题啫。嗯，就如果我咁样话佢咧，我都系渣啦，系咪先？反而咧，我想讲嘅嗰单花生嘅就系咁啊，都系嗰句啦，人哋应该系法律程序紧又。啊，姑且講去燈神同與才子嗰件事件啦。咁、我覺得啊，才子咧就吹佢口先咯。係點啊？知唔知點解我呢啲人可以哇？而家又踢咗去嗰度添。係。知唔知點解我啲唔稀罕嘅靈異界嘅喎？啊，點解？我咧有時上呢電視節目度咧，以前咧即係做嘉賓啫。嗯。係 Cable TV 嗰個集，嗰個叫咩？我見我才子啊，周日周末不周人周末唔記得咗。周末不講你。周日啊嘛。Anyway 啦，周末定周日不讲你啦，即系以前咁咧，我系当时同场另外嘅嘉宾系赵宇乐教授啊，咁我系代表正方，因为嗰次系阿才子做主持嘅，咁咧就所以咧都见过佢本人打过招呼，咁啊即系上呢啲节目代表日本文讲文化嘢，咁唉点会喺度中意鬼界喺度纠缠咧？讲阿才子，咁啊 Even 你话阿才子佢个人，我当阿灯神所讲嗰啲咩？即系嗰啲谂法啊、言论啊，咩刻薄都好啦，都好。即系我觉得绝对唔会去到所谓人渣呢样嘢，因为说到底都系个谂法嚟嘅啫嘛。其实如果你讲系渣，咁其实连登个个都系渣嚟噶。刁钻，即系如果你，我觉得呢个性犯罪里边嗰个男士咧，你问我都觉得未去到渣。咁但当然有讨论啦，可能女性角度觉得佢渣啦。至少佢系做咗啲人哋认为你唔可以做嘅事，比起。只是一个想法我刻薄啲啫，才子有时呢啲都系，同埋佢个风格嚟噶嘛，系。咁我个人觉得就远远同个渣字争好远咯，即系起码佢都冇话睇唔顺眼，即系出钱文揼你咁冇，起码冇实质行动咯。咁即系谂法嘅，咁个个都可以好极端噶嘛，系咪先？即系同埋才子嬉笑怒骂啫，呢啲都系。OK， 我发表完。我想踢多一句，好啊！因为头先啱啱讲系即系啲咁嘅性侵案啦。其实香港有一单案咧，最近发生都好印象深刻嘅，即系审结咗啦。其实就系、是，有个男人佢住喺劏房度，然之后咧佢一直暗恋佢嘅邻居，跟住咧一直都好想教佢，但系咧但系一直自己冇能力俾幸福人哋搞咩啫。咁直到一日咧就俾业主逼迁啦，成间劏房嘅人全部都要走，佢就而家唔搞，之后就冇机会，以后就唔会再见到个女，跟住然之后冲入去拆人哋。话趁人哋开门嘅时候同人讲，喂，我有啲嘢想同你讲，然之后拱咗人哋入房度，拱咗落床度，然之后同佢讲，啊，我已经五十年嚟都冇女朋友噶，你可唔可以俾我搞？跟住条女话你黐捻线，跟住吓你俾我搞得唔得？咩条女话但香港女性咧就非常之唔会咩啦，唔会退缩咯。系条女竟然劲到话咁啊，我觉得我哋不如咁啦，你俾个电，你系咪有冇电话啊？可唔可以咧加咗电话先啊？跟住咧就话即系电话加咗朋友先。然之后趁佢攞电话嘅时候，闩翻只门，跟住，然之后就报警啊，跟住拉翻啦咁样。我明佢几十年来点解冇女啊？系啦，即系咁都得。但系你谂下，我喺个强奸已经入到去啊，我想强奸佢啦，我想同佢搞完。我计五十年嘅力量啊！竟然俾个女人讲一句咧，就会行翻出去咧。咁其实都见到香港嘅男人咧，普遍嚟讲咧，都系好听女人话嘅。系啦，咁好啦。咁另外讲翻呢个事件咧，其实呢个事件咧。其实认真翻啦，就都系件即系惨事啦，女性嚟讲。但系到而家咧，虽然可以认真毛啦，转翻讲，我都认真毛嘅，因为咧，我唔怕讲明我立场先。其实我都系倾向撑呢个女仔嘅，虽然我系一个男人。咁呢个女仔最关键嘅乜嘢啊？最关键，大家听呢单案，虽然系啲即系叫做叫争议性嗰度，当然好想知当事人，包括嗰个男同女咩样啦。我先睇下。伊藤嘅第一张嘅照片啦，咁咧伊藤司职咧，大家都见得好靓女啦，同埋怪怪地啦，系咪先？咁其实佢真系咧喺外国咧生活过长时间嘅。其实咧佢喺纽约嗰度咧系攻读新闻系嘅。咁佢喺纽约嗰度点解？咦，佢纽约点解无啦啦关日本事咧？其实佢喺纽约嘅时候咧，佢喺个酒吧度打工啦。咁当时就系2013年嘅时候，咁咧佢就识咗啊喺华盛顿 TBS 啊华盛顿分社。的话事人啦，山口敬之啦，咁当时大家成日都系他乡如故知嘛，咁山口敬之见到女又咁靓，咁啊同佢吹嘘啦，就系、是、我 TBS 嘅话事嘅咁样，同埋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喺外国求职咧就同香港好唔同嘅，香港就系 fresh grad 啊，最少50K 啦，系咪先？咁但系喺外国度咧，其实即系大家揾工啊，或者揾一个叫做唔系兼职啊，系揾一个 full time 咧，系非常之困难。我睇下一张嘅司职嗱。
伊藤詩織。咁當然啦，大家兩頭講啊，有人就話喂呢、這個佢聲稱性侵，但當然啦，以連登仔嘅角度，咦你都係咩啫？勞資糾紛咋？勞資糾紛啊嘛，原來你嗰、那個、啊、原來最尾告上法庭嗰、那個，原來就係一個有地位嘅人嚟嘅，勞資糾紛即係咪啊？咁睇多一張啊，伊藤啊，我哋。阿晴晴繼續。係啦，咁當時即係大家知道，即係喺外國揾工係好困難啦、啊，亦都要揾一個叫做長工啊，因為都叫做啊身高兩準啊，係咪先？係好困難啦、啊，有啲福利咁樣。咁所以咧，佢當咁啊，伊織又讀新聞噶嘛，咁亦都係即係精通英語日語啦。咁、覺得啊，咁不如問下 TBS 肯唔肯請自己啦。咁當時有傾過咧，其實山口就話：喂，你第時啊畢業啊揾工啊可以叫我喎、啊，見你都幾靚女啊，唔係即係見你英文都幾好，係咪先？嚇、啊、應該有得發展喎、啊、咁樣。咁去到兩年之後啊，即係伊織咧就去揾工啦。咁就三月二十號咧，佢咧就寫信啊，就俾個山口啊，就問：咦，其實咧 TBS 嘅華盛頓分局咧會唔會有啲實習嘅機會俾我啊？咁、我即係實習過，始終你哋大公司嘛，即係大嘅新聞係實習過咧，咁我第時對我記者嘅生涯都有一個好好嘅發展啦。咁所以咧，山口就話：咦，等我睇下先，哇，睇下先，睇下你張相啊，其實睇下先，有啊，有啊，有啊。就跟他说呢，就说呢，其实呢 TBS 呢在纽华盛顿那里是有一个制作人的空缺的。那就说了，喂你不如啊跟我约来啊见下面先啦，在日本。这样然后我、去到日本啊，我可以有个工作签证给你，你可以在日本做又得，在华盛顿做又得，怎么做都得，是不是我两边都有头有面的。伊藤詩織的样子我们看了几张图了、但呢另外一边的主角山口敬之的男人没看，我看到山口会怎么样的。山口是这样的一个50多岁的一个阿叔来的。是的，不如看多一张伊藤与山口，下一张阿晴。山口其实呢都是一个即背景挺厉害的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除了是、TBS 华盛顿分社的叫做华视人之外呢、其实呢他本身和、政圈人物都非常之熟悉的。他呢是当时的日本首相啦。的叫做御用记者，可以叫做。其实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个身体的健康问题、就叫做辞职啦。现在就是同一个党的菅义伟就做了首相啦。其实安倍晋三所做的任期都几长、大家知道。我曾经说到，咦，原来即是不是讲衰嘢先啊这一部分。即是山口敬之和安倍是有私交的，即是等于有 friend， 即是可能有段电话。平时有偈倾的人嚟嘅，甚至可能放料啊，都会放俾佢先啊。因为咧，系啦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阿晴晴接住啦。因为咧，日本嘅传媒里边讲咧，直情系咧系御用嘅传媒，即系话咧，某程度上可能安倍有一啲一啲政治上嘅策略啦，或者一啲新闻稿等等嘅嘢咧，山口敬之喺呢一方面咧，都有一个相当嘅重要性，有相当嘅地位喺。甚至他有帮、安倍咧系写个传记嘅，作为一个用记者或者啲人访啦，都系佢写。嗱，点解讲咁多嘢咧？就是、大家了解呢两个男女主角，二司职系声称被性侵，二呢、这个人系背景咁特殊嘅，告内嘅时候咧，起诉嘅时候又有好多转折位走出嚟，所以呢件事咁值得我哋去分享就系咁嘅原因啦。阿晴，你分唔分享下司职个背景咧？我不太掌握他的背景，只知道他在纽约读过书。那我讲讲他的背景先至继续讲。我看下一张伊藤的另一张的靓相啦，咁啊靓女影啲相系靓相嚟噶啦。咁啊，佢系头先都讲咗，佢读一个叫做传媒啦。咁佢系1989年出世，大家可以计到佢几多岁啦。爸爸系从事建筑业嘅，妈妈普通主妇嘅啫。屋企仲有妹妹啦，仲有一个弟弟嘅。咁佢9岁嘅时候。9岁点啊？已经系参与模特儿工作喎，即系细细个时候，人哋见过佢样几标致咧，就已经有模特儿工作俾佢做。咁头先都讲咗喺纽约读大学，主修记者同埋摄影，所以头先见佢揸住一部即系叫做一个摄录机咁啦，定系摄影机啦。佢曾经路透社实习，咁跟住即系一个旅居记者嘅一个旅居身份做独立记者啦。咁同埋其实佢亦都系攞过一啲奖嘅，包括我记忆中啦，系在外國攞獎的，我攞了個紀錄片是拍什麼呢？就是一些日本的一些叫做孤獨死的老人的問題，自己可能他老了，沒有仔女沒有女，老了死在家裡，這些問題，伊藤詩織曾經當時去取材，去探討這個問題，做了一個新聞片之後，在外國是攞到獎的。阿晴，請你繼續。是的，其實那個時候剛才說啦，2013年兩個人相識啦，15年的時候呢，3月就問他有沒有工作機會啦，
咁去到四月嘅時候咧，其實佢哋相約咗咧就喺東京度見面嘅。翻嚟廠建議我哋嗰時咧就係想話咧傾下，喂工作簽證嘅問題啊，係咪真係喺日本做啊，定係喺美國嗰方面係會有空缺咁樣啦？咁始終即係呢一個山口其實佢嘅大本營都喺日本啦，咁所以就翻日本傾。咁佢就嗰晚咧，其實係星期五晚嚟嘅。咁伊織嘅回憶都就講咧，佢就話。咁山口咧就好熱情啦，一開始就帶咗佢咧去食一個高級嘅壽司店嗰度咧就食飯啦。咁咧就同佢講咧就話：喂，呢度咧好撚多記者喺度傾偈啊，你唔好覺得奇怪啊，我哋啲嚇資深記者喺度傾偈啊，啲大人物傾都喺度傾，係帶嚟傾啦。咁咧就食食下咧就覺得好奇怪，因為咧佢發現咧其實咧山口咧就一直同佢講埋啲無聊嘢啦，就話：你好靚女喎，又洗又白，係咪先點保養啊？呢啲啊，我以為标你阿母啊，我条你冇毛啊，咁呢啲都系斗无聊啦，即系无聊啦。咁啊，同埋咧就不停喺度叫佢饮酒啦。咁佢系点咗好多杯清酒啦。咁饮饮下咧，咁就可能喺外国就饮开啤酒，喺日本饮清酒咧就不胜酒力。其实佢就觉得好奇怪，啊唔系要倾工作签证嘅咩？又饮酒做乜啫？妖死老嘢，咁啊是但啦，搵工系咁噶啦。咁即系可能同佢即系唔好意思拒绝啦。始终系大家知道一个求职者同埋一个吓叫做 HR 嘅关系系咪先？即系佢话请唔请你就定你生死咁样啦。咁咧佢就谂下，诶唔系倾工作签证嘅咩？讲咁耐都唔完嘅咧。咁佢就话咧，其实都饮到一半咧就已经好醉啦，个人甚至咧去谂住，唉谂住洗手间度呕下，即系清醒下嘅时候咧，佢最后嘅记忆咧就系瞓咗喺洗手间度挨住，咁就已经唔记得任何嘅嘢。咁其实咧嗰日发生咩事咧？其实咧佢话佢再有记忆嘅时候咧，就发现咧两个人咧就已经喺间酒店度啦。咁当然啦，去到酒店度就唔系倾心事啦，亦都唔系揼骨啦。佢就觉得第一个感觉就系好痛。一醒翻就发现有人已经对他上下其手啦，跟住吓动作埋啦，做埋啦，咁咪先？当然啦，系啦。咁样咧，佢亦都同佢讲咧，佢就发现咧，佢同佢讲话唔好，咁但系咧对方咧系冇停止啦。咁我就谂啊，点算咧？我点样可以即系安全逃离现场咧？大家知道吓，如果女性朋友要记住，其实你第一件事就唔好激嬲对方。即係佢都好醒目咁樣，喂！如果我激嬲佢，睇啲 app 手機就得啦嘛。係啦，冇錯，即係唔好激嬲對方，即係揾啲嘢係可以勸走佢啊，令到你自己安全。咁佢當時就同佢講話，喂，唔得，我要屙尿。咁大家，咦？男人就，咦？雖然日本 AV 就有好多唔同嘅情節，咁但係當然山口就冇，可能冇乜特殊癖好啦，就話你屙尿咁啊，梗係放開手啦。咁就話佢屙尿咧，佢就先至走，可以叫離開咗張牀啦。然之后咧，佢就喂，咁系梗系走啦，系咪先？一开始咧就即系衣不蔽体啊嘛，俾人除晒啲衫，于是就揾翻啲衫嚟走啦。咁佢揾嚟揾去都揾唔到条底裤。咁然之后咧，竟然咧嗰、那个对方佢就喺度揾条底裤嘅时候咧，嗰、那个人咧就好似知道你揾到条底裤嘛。阿生又同佢讲：，哎，留翻嚟帮我留念啊，咁样，唉，一夜温泉系咪先？留翻俾我留念啊。咁佢就觉得黐捻线嘅，佢就谂：，哎，死啦死啦，即系我。我如果唔走咧，就會死啦。咁佢就即係佢都曾經係俾佢即係叫做反覆咁樣壓翻喺牀度咁樣啦。咁但係最後都係走咗嘅，係啦。嚟到呢度啦，我哋就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嗱，呢個位度咧，大家如果單睇，覺得係一個性侵事件咧，咁啊，我諗好多人都覺得，我覺得人渣在就係喂搞算啦，攞埋人哋底褲，底褲貴嘅大佬，咁搞錯啊。咁呢樣咧係咁，但係亦都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後期一啲漫畫家第啲咧就指責。哇，伊藤師姐，其實你諗住博上位啫，佢有權有勢，識得安倍晉三嘅。不過係咪因為咁樣失敗啊？所以你冇即係所謂連登仔所講勞資糾紛咋咁樣。咁當然我哋下一節翻嚟先會分析。不過，我哋一叮一聲寫起呢個字，係頭先我講人渣呢個問題嘅時候咧，講緊呢一個叫做登神與才子嘅時候咧，我忘記咗講一句。係咁咧，我覺得咧，我留意到啦，登神咧都。近年咧都洗咗阿才子好耐，你問我個人個睇法係點咧？我覺得唔係佢所講嘅，認為佢一啲對政治嘅價值觀，可能即係才子嘅價值觀，可能係太人渣啦，你真係冇同情心啊，冇同理心啊。我覺得真正嘅原因，阿成你覺得係咩啊？真正原因就係人哋出名過佢咯，同埋受尊重過佢咯，後生過佢咯，係有才子，香港嘅才子嗰個地位，而你係冇供應嗰個咁樣嘅咯，而。正所謂啊，呢個喺文壇嚟計，雖然啦，係咪佢係文壇都有一個即係可圈可點啦，都會好有呢種爭議性喺度。點解佢係？我唔係，即係我個人覺得即係叫做
咬咁紧系呢个先系主因咯。好，咁我呢啲咁嘅花生又讲完啲花生嘢，呢节时间亦都非常之多。到底伊藤诗织与山口敬之嘅诉讼系点样发展落去咧？边个赢边个输？到底里边有乜嘢嘅口供嘅一啲差异咧？第二节翻嚟再讲，呢度休息下先，翻嚟继续讲。阿静啊，都市黑幕系咩节目嚟噶？都市黑幕咧系一个讲阴谋论啦，讲世界嘅吓奇珍古怪事件啦，一啲咧主流政府、主流媒体隐瞒大家，唔话俾大家知嘅真相啦。但实际上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最后结论就系、是、吓、啊、有嗰件事咩？吓、啊、你咁信嘛？吓、啊、你唔系咁样都觉得系啊？吓、啊、你有冇常识噶？吓、啊、你咁样会俾人呃噶？吓呢啲好明显系谷星上脑嘅啫？吓、啊、你咁样做、啊，你觉得？原来真有人信噶，但系咁样嘅节目咧、嗯，我都要催大家去付费128蚊三个月重温呢个节目。咁点解咧？系因为呢个节目虽然踢爆，但系大家睇完之后，唔单止喺个时代有咩屈气可以舒嗰度屈气，仲有可以令你变得聪明，成为伟人，成为自己嘅传说，仲、嗯、要从此唔再变成迷信 L。冇错，甚至有程度上，而家大家喺疫情之下，去唔到教会，去唔到庙堂，去唔到揾师傅。我哋都系提供宗教嘅心灵安慰俾大家，抵晒啦！平时宗教都系十一奉献，系咪？我哋118蚊，你唔会揾千零蚊咁少嘅，所以110蚊系三个月咯，118蚊三个月，好，大家支持都市黑毛黑毛。